大家好，前段时间的话，我又在网上买了一个这种捕鱼的网。前一段时间我不是买了那个钓鱼的嘛，但是钓鱼的话一直都钓不到鱼嘛，所以说我又重新买了一种这种网，就是拔下去鱼也会钻进去的，花掉了13块钱。是这样子的，它有点像一把雨伞一样，看一下试一下究竟行不行啊。这样子撑开来的，你看，哇，很紧啊。你看一下撑开来的话是这样子的，它这个捕鱼的网的话就有点像那个，就是我们家里面盖那个菜的，防那个蚊子的盖菜的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它周围的话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窟窿，你看这手可以伸进去的，这八个窟窿的。然后这个也是窟窿，这应该是绑起来的呢，是吧？哪里面放走鱼饵的话，鱼的话就会钻进去的呢。收起来的话应该是这样子，一按就收起来，是不是像雨伞一样？应该还配了有绳子吧？看一下。哦。配了一根绳子，这个绳子应该是有好几米长吧，哇，很长啊。它这个绳子应该是绑在这上面的，你看，绳子，然后好像是还有一个浮标啊，是什么？这绳子应该有10多20米长，因为这个绳子绑在这边的话，扔到河图中间去嘛，是吧？哪里面有鱼了，我就会钻进去嘛。我看一下还有什么，鱼饵、鱼包。这个的话就是鱼饵，这个签子是怎么用的？这个签子应该是绑在这边的，因为这个签子绑在这边的话，就是扔在那边就知道这个扔在是哪一个位置去的嘛。绑紧一点，不要等一下掉在水里面就没了。拿这个的话，应该要把它扎死的。因为如果抓到鱼的话，这个把它搞开来的，鱼从这里面倒出来嘛，是吧？把它扎一个口，把它扎死。
这个是鱼饵，这样子一个，哇，好像很差的样子。这鱼饵有用啊，感觉它一点香味都没有呢。装在的袋子里面。我为什么要学抓鱼呢？是啊，学抓鱼的话就是提高那个野外生存能力嘛，是不是？野外生存能力，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变化的话，越来越重要了，是不是？特别是出现极端情况的话，你想一下，你多一个生存技能的话，也许就能让自己活下去，是不是？来，这样子，搞紧，搞紧了，它是放在这里面的。来，我剩下多的就不用绑进去，也放在这里面了呢。看一下能不能抓到鱼。还有我上次那个钓鱼留的那个鱼饵吧，鱼饵我也带了一包啊，这种鱼饵很香。就是这种，我等等下这种鱼饵我也撒上去，也撒在网里面去，是吧？最主要的是鱼饵嘛。现在准备去河里面去看一下能不能抓到鱼。那底下刚好可以看到很多鱼在那边游来游去。你看一下这个河里啊，那个地方啊，刚好我看到很多鱼。这段时间的话就天晴了，然后那个水啊就是浅了很多，那个位置就是有鱼啊。刚才看到那个对面都有人在那边钓鱼，但是我钓鱼的技术的话就不行了，是吧？很难钓到鱼的。这边一棵古树很大，这个是吧？是这里风景相当的好呢。底下有个老人，不知道在捡什么。哇，这里还有一匹马呀！哦，对面也有人在那边钓鱼。这是马呀，还是篓子啊？就分不清楚了。这是什么？捕猎水应急物资。捕猎水的里面应该有救生圈之类的，就是说发大水的时候怕有人掉在河里面去要去救人的嘛，就是有那些救生圈之类的。那对面有人钓鱼，这是马吧还是炉子啊？老人不知道捡什么。这水退掉了，本来这水到了这边了，不是什么原因，这段时间都没下雨的原因啊。我刚才从上面看下来，就是这个地方很多鱼的。刚才就是发现这里很多鱼啊。
这是前面一点看一下。这边有一条小鱼，你看，金鱼，红色的，你看，会跑。看一下到哪一个位置了。刚才我从上面梧桐树这边看下来，就是应该这个位置很多鱼的。哇，这泥浆路有点不好走啊，需要我穿的是拖鞋啊。你看在走路陷下去了，哇，应该在礁路边会比较多的鱼。没有看到鱼。是呀，哇，都是泥浆啊！我就从这个位置来撒网。哇，你看鱼呀，巴拉巴拉。很多鱼啊，这鱼饵先搞点水上去。哇，都是泥浆。把一朵的这个鱼饵扔进去，哇，脚都动不了了，用力甩出去，哎呀，甩得太偏了。哎呀，鞋子都陷进去了。你看我的这个鞋子全部都是泥巴。哎呀，等了大概有半个钟了，我把它捞起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有没有鱼撞上它网里面去，是吧？看来这个野外生存不容易啊，为了抓一条鱼我在这边等了半个钟了呢。脚上都是泥巴，我再把它拉起来看一下究竟有没有鱼。毛啊，没有鱼。哎呀，那边很多鱼，我看来我要换一个地方去，到那一头去看一下，转移阵地。啊，对的，还是这个不中用啊。
我这是我的鱼饵没用啊。你看一下，没网到鱼，到那里头看一下，那里头有没有比较好搏一点？今天会不会又是空手啊？哇，这走路不大好走啊。我脚上都是泥巴呀，走起来很困难啊。这头很多鱼的，看一下这头，这里还有一根电线，你看，哇，那边好多鱼啊，从这边来。直接提到湖中间去。哇，这绳子都没那么长，我直接提到那个湖中间去了，就坐在这边等着。绑一根棍子在这边，不要给我的那个篓子也拉住了。去看一下有没有抓到鱼了。空的没有，妈的，很难抓到鱼啊！你看一下，我重新放那个饵料进去的，都放点进去，看一下有没有效果。这样子的，是吧？重新把它扔出去。拿人要走开，今天又是两手空空啊。看了抓鱼真的是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就是一种简单高效的方法嘛，是吧？又简单又很容易抓到鱼的方法。这样子的话，遇到特殊情况的话，就是有一种生存手段嘛，是吧？跑到河边就可以抓到鱼来吃呢。这边都看得到底下很多鱼的呢。这可以个狗色了，哇！这颗狗色长在那个河边呢，那平时水都要淹到这边来的。这一只马鞍在那边，
怎么很矮？呼噜呼噜的。这是马呀，是骡子啊，我还认不出来呢。